这是台湾的营养午餐，四菜一汤。这是海地的营养午餐，一勺白饭配上一勺没有任何料的勾芡汤。但这一餐可能是孩子们一整天唯一的食物。We are very happy with Foundation Tucci because thanks to them and thanks to Master, we can feed the children.过去还没收到台湾爱心米，海地首都太子港拉萨林区综合学校的9000名学生连干饭都吃不上，只有几乎看不到米粒的白粥勉强果腹。米在海地是一种生存渴望。从高楼俯瞰，人人头顶米袋，形成浩荡长队伍，却让志工心情更沉重，因为队伍有多长，代表需要的人何其多。我们为了3包大米，可以很感动、很兴奋的，眼泪都会流出来。我觉得我们真的应该很幸福。Si moins bien parce que mon gars à peu près de 3 ou 4 ans depuis que moi dans fondation sushi, donc moi là pour nous servir mon qui défavorisé mon. 每回大米发放是给予，也是获得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曾会议黄建良海地报。